洛杉矶的处长夏纪章，很高兴又看到你了哈。对啊，那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台湾会馆的募款参会哦。那我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台湾会馆，从1998年成立以来哦，对我们旅外的我们台湾的侨胞的服务贡献，还有就是能够促进我们侨胞之间的团结，尤其是能够发扬我们台湾的传统文化。那我这边要特别来感谢我们台湾会馆对我们侨胞社区所做的这么多的贡献，尤其是我们台湾会馆哦，爱心不落人后，他们在高雄气爆的时候，还有我们八仙城爆气爆的时候，也捐了非常多的善款，所以我们也要借这机会来感谢我们台湾会馆以及所有我们有爱心的侨胞。谢谢我们的夏处长，谢谢，感谢。